你麦克风没有声音哦。妈妈，来，过来。妈妈，我跟你说哦，你今天现场这么多人，你穿这样，爸爸不会有意见吗？我想说，就是这么多人，应该要穿得有礼貌一点啊。哦，安尼叫做有礼貌哦。哇，现场很多人很有礼貌哦。这个命中带金嘛。哦。啊，这个跟他同齐入围哈。嘿。啊，这个命中带。来，你看。带赛。不是啦。这个命中带。带。带财。带。啊，每一组拢是稳的，啊，你嘛是就会晓趁钱啊。怎样？我要去哪里？我要找桃子姐，她带好多果果来呢。妈妈，你麦克风没有声音哦。妈妈，来，过来。妈妈，我跟你说哦，你今天现场这么多人，你穿这样，爸爸不会有意见吗？我想说，就是这么多人，应该要穿得有礼貌一点啊。哦，安尼叫做有礼貌哦。哇，现场很多人很有礼貌哦。谢谢。桃子姐姐，恭喜你入围，送你一颗棒棒糖，祝你得奖。啊，我是男生，我比较喜欢女生。姐姐给你，啊，好棒哦！啊，那个，我发现哦，你很有礼貌的在看着我妈妈很有礼貌的地方哦，阿公。哎呦喂，等一下，他不是阿公啦，他不是阿公，阿公在这边啦。哦，你不是阿公啦，阿公。你很红，而且很有钱。听说你包了100万给你的 partner， 哇，好有钱哦！啊，听说这个姐姐跟这个哥哥如果结婚，你要包200万，哇！这不看了，这两个不看好的，哎，不看好，但是今天节目看好就好。赶快跳，没有缘分的妈妈，没有哦，不行，我今天就是要撮合。我当媒人公，妈妈，我干脆嫁给他好了，你改嫁，他搞不好给你3亿呢，好不好？还是先这样算了啦。不要，没关系啦。我什么不要啦？我也是很想要自己坐在这里，像台下有一番事业啊。哦，你想当主持人哦？妈妈，你来。去哪里呀？妈妈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！哈，那你如果要当主持人，你就不能主持《饥饿游戏》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爱吃，你没看没腰。妈妈，有人混进来，哪里？那个哥哥啊，他是得金曲奖的，干嘛来金钟奖？哎呦，那是因为他入围了综艺跟实境节目主持人呐、啊。我们今年有很多挂件，好不好？有歌手，有演员，有瑶瑶，我们还有我们的猪头皮老师、陈明章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演员韦静，还有佑宁都有。哦，是哦，好厉害哦，你们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导演啦、啊。导演，那导演我认识啦，但是我要先说，妈妈，她是我的老婆。她是我的婆婆啦、啊、对，我的婆婆啦。我的婆婆还有她是有生之年的妈妈、啊、陈小姐陈小姐啊，导演，你那个淑女养成记好好看哦，我妈妈也想当艺人，导演你好，她可不可以演那个淑辣养成记，可以吗？啊，你又尴尬了、哦。你再不要再说了啦。哦，阿妈不啊啦。综艺大奖奖落谁家？今天为了我的亲戚好友们，我请来了一位大师啦。我们有请大师。
姓陆，你拄只叫我什么啊？哈，大师。今仔日这个场面，大家拢嘛想要赢，什么叫大师？对不对？仙呢，仙呢，你们刚差不多。你何请我出来要做什么啊？仙呢，我的亲戚哦，哪一个会得奖啦？亲戚哦，多几个。不啊，小姑 Cindy 咧。哦，这个 Cindy 哦，好，我叫做 Cindy， 你叫 Cindy， 安尼有缘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甲看，看伊这个面相，前哭金，后哭银，下怀好好咧出世带财库。因老爸才有钱，拢是受伊滴的。你讲有准无？无啦，你家己有哪有拍拼啦？准啦吼。所以这组。问嘞，我的小妹跟邻居呢？这小妹哦、喔，哎呦，这个古尼就对啊嘛，对啊，露露古尼就对啊，命中带金嘛，哦，这个该当谁入围哈？这个命中带，来，你看，带赛。不是啦，这个命中带带带带带带带财带财带财，所以这组这三个一啦，稳的啦，稳的啦。那蛋姐蛋姐啊，我的小三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这个小囡仔啷个有入围呢？啊，跟去年的金钟奖主持人对吧？丢啦丢啦，这个叫啥？曾宝仪。这叫做香露临门，这嘛稳的，稳呐。稳的稳的稳的，阿哥嘞。过来是家啦，我嫂嫂 Melody。伊拄啊穿迄书，嘛真水呢。今天嘛真水哦。嘿，今日哦，今日你有小白零角水，那无互伊得奖，伊就大心亏呀。啊，嘿，但是边啊坐迄个，家己讲伊是，伊可能是半仙吼，敢有需要我算？可能唔免啦，你家己算啦。你有问无？问的有两种哦。问的吼？问的啊？哦。问的吗？啊这。这都不是你做主的啊哈！啊，过来过来，我姐妹啦，一配她慧如啦。哎，你亲戚哪会较济哈？我很喜欢亲戚啦。你倒位啦？家家家家家啦！哎呀呀！我的金光强强棍，乌鱼炒米粉。哇！你看你甲看，你看这个乌先生，头大面似风，倒大鸡仔王啊！哇！我先，你敢那伫这个业界真久啊？哈，啊你哪会拢叹未先啊？哦，不是，我嘛不爱。你嘛不爱？对啊。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兴趣啊。兴趣？我大家拢嘛在讲，无钱你敢袂来？你甲接起来。哦，是为着传承啦，丢啦，传承啦！瓜哥带着怡佩还有慧如，你看宪哥也是带着露露还有汉典呢。那是七点，都甲因两个婆仔声鼓励一下，为着传承呐，对啦。所以看起来，这组嘛稳嘞，稳稳嘞。啊，每一组拢是稳嘞，啊，你嘛是就会晓趁钱啊。人讲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无钱我嘛袂当来。若要算看倒一组，你问我，我跋杯哦，无心气了个。好吧，现在都来一下。哎，问冰心啦，莫问我啦。好好好。